说，因为这个芋头已经冷了，如果是烧比较好，所以是用力，靠人力，好。把它搓均匀。大家看一下，就是给它水滚了，放下去。就是这个生的放在滚水那边煮，怎样叫做熟呢？薄上来就是熟的。因为有些这个要很多工，我已经处理好了，这些就是的，就是薄上来了就是滚了。好，我现在准备炒。这个好了没有？放虾米，放大料，放大料，搅一点，因为它把那个料炒好了哈，尽量的炒给它炒香，全部混合在一起。你拿一汤匙的蚝油跟一汤匙香椿给我，放在碗那边，然后就把全部上来煮放进去。汤匙大概大概啊，就是这样混合。